有个传说啊，三王塔中江之后，永春个三百年白银就卖了塔的脚头。而且我老有一句闽语，伊连有变改口一句闽语，就变得到这三百年白银。所以就到底这几百年来的两个当可以有个情报。三王塔伊俗称吉水塔，另一种到三王塔的塔面个段古就写啦。同声之动，积聚一方。三王塔伊是1605年至1607年，历时3年两个月建成啊。塔宽15.3尺，其位14等，八角形个直壁宝塔。咱先看到这个三王塔，是一座王英华个残缺状态。原来是1608年在潮汕迄条7.3尺个大地震。到底三王塔的顶端两栋石英盘塔立内落行江底，三王塔的上顶应是一个山体铸造的大葫芦。大葫芦伊每条锁角有八个大龙头，龙头的跨起有大铁方，每方有大方，出铁方伊就连卡的葫芦卡旺旺个。自从地震之后，三王塔的基本是保持百米左右的造型，比较更多三王塔的位置和每一张的栏杆塔内的地板，比如叫他的壳的石板都能叫他造桥和铺路。并且在三王塔的位置只剩一个石板，顶面有浮雕的吉祥物的图案，从此人都细小的细节可以推出那三王塔向西刚降生的时候有着宏伟壮观，带着整齐。据说那三王塔一个修缮项目已经进入日听，但愿伊早日可以定型光彩，门开八处，博台明风。